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外婆家吃这个鹅毛饼，因为厨房里面家里面人比较多，所以我就找了个空房间录这个视频。一般来说吃这个鹅毛饼都是在清明节或者是端午节吃的人比较多吧，一般都是我外婆基本上都是端午或者清明节会包。其实我刚上个星期吃了，因为上星期清明节外婆也做了这个。总觉得吃了这个鹅毛饼说普通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最后两口，好神奇啊！
我好像从来就是没有以物换物过。